是爱吃碧草，故如月钻明，谁能为何跟你不干的心哈？多困平。什么人在叫我？你把这些人呢？我也说你没出来吗？你是好中？是。你是好中？我就是徐好中。你听我解释。你别讲，你是当初是对青青无礼貌，就真不爽。连我的名你都不够坑才干嘛？是你想的？你给我放下去！你走！我错去倒？你给我走！你错去倒？你别记了，害你无死，我跟你讲明白。鬼跟你讲话吗？光天化日之下，你哭啥物啊你？你来，来，来，你跟杜公平做伙嘛？我不跟伊斗做伙啦。好无咧？我只跟伊是输赢的。当初是杜公平说错代志，你袂记起了吗？我知影、啊。哪日你去跟伊讲陪我干？啊无啦，这是有原因的啦。讲出笑话。真的啦，伊讲吼，伊啉迄酒醉了，开我退输啊，杜坤平硬死啊，你莫要解释这件事。我爱讲，你听我讲。你敢知影伊安尼是，拢是有人甲害的呢？你免我证明，免我证明，伊讲吼，迄时吼，啥物玉露啊，摕酒互伊啉了，才变作安尼死的呢。所以呢？所以啊，你死了后啊，伊吼为着吼家己做主席的，伊替你照顾恁阿兵的。我听讲伊着，你连解释讲袂平，你做我什么什么什么爹啊？照顾阮阿弟啊？对啦，讲什么笑话？我唔相信，等，唔相信好，行，我带你去见恁阿爸。阿弟啊，阿弟啊，那阿爸对你啊，这件事体安怎？身体有啥好啦？够人甲你照顾？有哦，啊，都迄条狗的啊，啊，甲迄个杜坤平啊，哦，伊拢在甲我照顾呢，啊，佫其实好我呢。杜坤平，哎呀，啊，不过条狗讲哦，你多久袂按卵呢？啊，趁真侪钱哦，来给我包啊。我袂按卵，哎呀，条狗讲的啊。对啦对啦，伊讲要趁真侪钱呢，啊，多久袂按卵？少少嘛。啊！有传老爸去卖，老爸歹走卖，较快啦。啊，两无好卖，啊，我阿袂去提咁老表去。今仔苏小公改卖鸡卵啊，啊，鸡了，放心啊，今日刚会寄钱乎你。诶、欸，啊，困眠啊你啊？哦，伊个会交班啦，去苏州卖鸡卵啊。没错，对啊，你先去休困啦。哦，啊，阿伯来啦，宝贝。这段时间真的是都困眠在照顾阮老爸。是啊，你莫问我详细，你会怪害死。拄仔伫路边咧分，莫非是做乞丐啊，趁钱阮老爸用？对啊，啊无是命饲恁老爸啊。我做梦一件代志。好，你讲玉露受害。是。老李讲我三生存什么啦？存两伊杨坤啊。杨坤，佮玉露是不是？对，存伊两个。放心，连写一条一条狗命，我受了。安那安那，气喷喷啦，啊，根本就没法。